蠕动泵就像手指夹紧一根有回弹力的软管，随着手指滑动，管内液体随之移动，伴随手指的推移，软管出口端产生正压排出液体，软管进口产生负压吸入液体，蠕动泵管工作中处于一种蠕动的状态，因此叫蠕动泵。蠕动泵泵送液体只经过软管内，不污染泵体，泵管软管就可输送不同液体。蠕动泵可精准控制和调节流量，蠕动泵也具有自吸特性，无需灌泵，可干运转，最高吸程可达8米。蠕动泵具有截止阀特性，蠕动泵的转轮压点让软管始终处于截止状态，具备截止阀功能。蠕动泵可正反转，改变电机转向就可以实现输送方向的改变，轻松实现正反转和回吸。